你母你若真是有才调，娶到参照美娇这种查某囡仔，莫讲聘金偌济，月婚礼我都甲你办甲真请呀，绝对袂让你浪费。这是你讲的哦，你着好好甲准备办酒桌。你等，我遐钱你要赶去倒开。等我摕钱，就是要做生意啊！拜托你啦，我外头约人要讲大生意啦，我无时间甲你解释啦。你给我等，你是要去当讲什么生意？有啥大条生意通好做？你莫骗我，不准你出去啦！哎呦，好啊啦，好啊啦，遐钱是我心甘情愿要予伊的，啊，要予伊去做生意，你嘛予伊一个机会。阿伯啊，咱好家伙是要毋忘伊呢？啊，好歹嘛是恁囝得哩啦。阿妈，不要紧啦，阿爸对我安尼，我都早就惯习惯习啊。阿爸，你放心啦，就最多讲我的歌词哦，我也袂去考虑啦。嘿，你即摆讲啥？嘿，你讲啥？阿婆，你有听伊讲啥物话无？世间哪有人做人囝伊会这尔嚣掰啦？哎呦，你今麦生气啦，伊今都要做生意，你都互伊做，你敢无安尼愿意看家己的囝啊？阿伯啊，会当出头天娶某生囝许啦？那会得安尼是介好，强家伊讲画一块饼在了，互你看，死狗，双手空空，大项拢无啦。我同学来啊！我同学，钱有找来无？有啊，找来啊。啊，钱交我就用你啊。袂用得啊！我爱见着恁老大诶，有一个代志要当面甲伊讲清楚。我同你参加，你搁啰嗦啥？做你做。同学，听你。好吧。我这摆吼是拼错稳啦，已经成功，已经失败，所以我无较谨慎的面子啦。新闻啊，就你啊啦！哦，好，来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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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来拍。我不让。歹势歹势，互你等遮久，有啥物要紧的代志先？董先生，阮爸爸希望讲，伫咧三个月内，你有一个确实的答复。新工厂的建造已经拖遮尼久啊，而且这边阮爸爸投资了几落千万，所以真着急。想要问你讲建造什么时阵会当落来？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。来来来，你等于甲恁爸爸讲吼，讲阁唔免外久吼，恁这新工厂的边啊吼，就要开一条这个产业道路。啊，这条产业道路吼，就是开在恁这新工厂的边啊，这块果子园的。我即马吼，已经准备要将这块果子园甲买起来。但这块果子园我若是甲买起来了，咱就唔免等这个农地变更。啊！你工厂是伫咧这大路边啊，啊，咁是更加方便啊。大人，啊，何解这果子园顶回咱要去甲买？啊，你中风的何文才咪讲无爱卖咱？哪里变错呢？不要紧啦，你放心，我大大贵伫咧咱地方上算是有头面的人，啊，我正正当当咧做生意啊。即摆是干那价钱的问题尔，等价钱也是讲好势了后啊。我相信要买这块地应该无困难才对嘛。你来，安怎？等下，波动已经来啊嘞。叫伊等下外口小等一下。哦，是。什么啦？哎，拖波动啊来，啊等下。哈哈哈，无要紧，无要紧。波动啊吼，是为着要较早结婚的，啊一定要甲我见面讲一摊生意，啊我甲伊见面哪有啥物要紧？咱是你正正当当咧做生意，也毋是做啥物歹代志啊，沈小姐，我这个人吼，上爱帮助这少年家啦。因两个若是会当结婚，安尼我嘛算讲是做一件好代志啊，哦对。波董啊，你跟啥物人结婚？我听对方这查某囡仔，哦，叫做何美玉啦。啥物？何美玉？是啊，有啥物问题是？无啥物问题啊。既然你敢有人去要来，那安尼我先走，建厂的代志就拜托你。放心啦，一切我拢会安排甲好势好势。好，安尼我先走。来来。好，是你啊，啊，甲大家有熟识，安尼大家好好讲话啊。请问啊，讲你要参加一个，我答应你，你坚持要甲我见面，我也答应。我咧做，你有愿意？我毋是惊你骗我啦，我是足重视即摆生意，无较谨慎的袂使。
我希望会当一步登天，一摆就好好业。好，也毋过波动啊，咱是生肖人后君子吼，做咱这种生意风险真大，我是唔敢甲你保证讲稳赚的。这我知影啦，啊，无变看卖咧，要来怎算啊？对无？对啦，等下，啊，波动有要娶美娇啊吼，已经聊落去啊啦。100万，我全部投资。爱讲笑，上无一个嘛爱200万，等你100万尔，等是要入啥物股？啊，我干那这尔。哈哈哈！不要紧，今摆这个社会哦，亲像你这么痴情的少年家哦，已经绝种了，我真欣赏。好，我借你100万，答应你入股。真实的，那你真多谢你。嗯，先问啦，这钱收起来。是啊，叫波动啊，去写一下酒。啊，是。行。等下，啊，你这回甲波动啊见面，啊，你的心敢未泄漏啊？我若是无安尼生做，大鱼哪会干？不再讲。既然我甲甲家见面，我就是不愿意出门。哎，波导，阿母，啊你无可能等波导？无啊，我哪有咧等波导？我是甲你。睏袂去啦，出来行行坐坐的啦。今波同无转来，你就一定睏袂去。伊就安尼自细汉，你生到大汉，我煞唔知你做阿嬷疼孙的心情。我做阿嬷疼孙，这是当然的代志啊。哪有参像你这做老爸，啊看到家己的囝在安尼干妈，我是听伊讲哦，伊晚转来啊，等下安尼吼，你搁干妈，我唔才一路就等。等啦，都报到后面三岁囡仔，敢会讲安尼唔在路，袂晓转来这个厝呢？得啦，得啦。一杯给我，我。哎，交交交交。来，哎呦，报到啦，阿你啦，阿你啦，食个醉茫茫。阿妈，我无咧醉。我来讲，我足欢喜咧，我吼，得要做大事业，要甲人做大买卖哦。你甲看哩，啊，饮这个什么款啊？几工安尼，啥物头路拢唔做，交我一挂不三不四的朋友，但是饮酒醉烧拍，啊就是冤家，要做啥个？我你讲，阮家无闲，你不要做。哎，好心搁许雷针啦，我是好意送恁波动啊转来的呢，搁予你看。嘿，后摆吼，你若用脚甲卷吼，我袂瘾来啦。干！哎，做啥物走啦？哎，难免要耍拖咧呢，练功哩啦。我跟你讲啦，你饮酒吼，万分都在饮啦，哼！哎，哎呦呀，波董，你看卖咧啦，你看你醉茫茫的。阿爸，你都袂堪要我有交几啊朋友是？你对我哥都有啥物意见啦？哈？有啊啦，你酒醉才讲两句啊，好唔啦？啥物哥董啊？你种朋友何做哥董？你业主我看袂出来，甲伊有啥物生意通做啊？那就叫伊送你转来，无爱你请咧。袂去啊！啊？袂？啊啊！菜好好，谁那袂去啦？那就问啦，有是提现交钱了，那就问。对啦，你敢来看无起我啦？敢来怀疑我啦？敢讲除了跋筊以外，我伫我办代志会做这粒心？我卖车欠本钱，就是为着要甲人做大生意啦。我唔相信讲无你甲我斗相共，我家己就无法当出头天。头天，你还敢做啥物生意啊？敢直接找底仔讲，吼？你嘴讲，你就会安尼成功下发财，安大家人拢是好野人。你这个空虚妄想，什么妄想？我卖车就是有决心啦。你决心伫倒？穿你衫有咧，做无一项头路，永远都讲你卖大汉。你哪会安尼讲我？好我啦，讲你是讲会着，啊？边个唔做头路，还常常乱乱说？好啊啦，唔捌看过你爸仔囝安尼一个见面就安尼哒哒哒哒，敢那冤仇人嘞？
你看我无气我，我也不要紧啦。我干那比我看会气我就好啦。我一定要认真赚钱，要甲娶进门啦。娶进门？啊，你是咧骗啥？我问过秋子啊，比我是无可能嫁你，你唔拿你面望。但找米就煮食饭啊，伊无嫁我，甲伊认真。什么青米猪脚饭？啊？什么青米猪脚饭？是咱错误，是天怨道，用心计较也无为前程，苦情谁人问？为爱牺牲前途打算。什么青米猪脚饭？你搁欺负人哟？你这个不孝子，你有啥物代志做袂出来？你安尼做来交代，我叫向秋子是要安交代？你讲以后要安做啦？咱好家面子袂互你吃了了。好啊啦，好啊啦，哎呦，啊你去当无听人伫咧讲，啊无两个真是无阿袂谈的咧。啊伊若是有欺负你哦，你哦早都走来咱家啼啼哭哭，哪有哪个即阵放点点的？啊到这当时你还替伊伫咧讲话？我你去讲。拜吼，我还是免唔忙阿爸甲斗三工啦。我若认真拍拼趁钱，你叫我都无理由通拒绝我。我看吼，就爱你去老母遐走一撮啦。哦，真正。阿妈，那是你较了解我。阿伯，时间袂晚，我要来工厂啊。你徛遮较慢咧。好好好。阿伯，啊今仔敢要来美容啊？请假。最近的心情也袂歹，我看佫家请假好啦。好。唔免啦。啊？都是。这个是技术，你给我调鸟班。你阿公我无来做。哈？美儿，美儿。阿母，即摆要安怎？你着家死啊！伊若毋去上班，咱嘛无法度甲伊勉强啊。袂用的啦，伊袂用辞职啦。安尼我一个人哦去上班，安尼我要报谁啦？我予你家己啦。安尼就歹势，目屎擦擦。阿母啊，我袂，我先来上班吼。阿母，我来哦。阿母，我来。你袂去劝我，我着要辞职。我毋是来劝你莫辞职，我毋是安尼爱钱的啦。我只是感觉真担心，你是不是有代志？啊，我感觉你最近怪怪的。无啥的，我只是在想起顺昌兄。美容，我看不是遐尔简单。你刚转来了后，对面也刚靠遐尔久，你一定有代志吼。你老实甲我讲好。安总，你讲啊，我秋子啊，秋子啊，啊，来啊，来了。阿母，啊，你那透早就来，你吃早起未？我来给你带未好。免啦免啦，我唔是要来吃早顿。来来来来，遐坐啦，我有话跟你讲。安总是，阮波动啊吼，哇，即摆规个拢变款啦，你知？啊，赚生意啊，趁钱。哇，即摆愈来是愈好哦！啊，就是吼，啊文才也唔相信伊啦，你看后尾气死物啊！其实文才嘛是爱伊好，所以吼对伊要求特别严啦。对啦，唔是我咧分家规哦，那阮哦普通啊哦是人才是人才啦，啊就是较早吼较爱佚佗啦，也毋过哦即摆较坐回来啊吼较捌世事啦，啊是偌啊拍拼真认真哦。讲安尼，大家莫让有一个机会啦，吼。对啦，人若只要肯认真拍拼吼，自然就有机会。对啦对啦，你安尼讲真对。啊，阮宝堂啊，真喜欢美容啊，啊，想要娶你美容啊，你别反对啦，吼。啊，这个代志实在真突然啦。我看我还唔美容。哪着问伊？啊，你这做老母，当伊就好啊咧。无喏，啊，
咱少年人的感情也袂予咱随便做主啊。我看，还是由美娥家己决定啦。哎呦，那着着伊决定啦。啊，今哦，因两个已经睏共铺啊，啊，你美娥唔叫阮宝栋，是要叫啥人啦？美娥啊，宝栋因两个。妈。阿妈。顺畅。啊啊，阿你，你头摆转来哦。是啊。那么快，美娥。我有礼物要送伊嘞。美娥今日着讲心情歹，伫房间诶啦。啊，无我叫伊甲看嘛。这个代志，我甲今仔日才知影。我看，我还是先来问美娥了后，再甲你回答。这么大代志，啊，你也拢唔知影？哎呦，你这做老母是安怎做？遐无关心家己的查某囝，好好啦，无我先转来，我再等下你的好消息啦，吼，哈。啊，无你顺行吼。妈，你又刚才是伫内底，我家拢门拢歹另外呢。安尼一定是吼，心情歹，搁困去啊啦。心情歹，免来困会去啦，伊是毋还搁咧教我生气。我度假伊几工，伊误会我较紧端，一定是安尼才会无爱插我。啊，那安尼一定你才甲解释啊。是咱错误，是天冤道，用心计较也无法度。为前程，苦情写人问，为爱。起来，将我地瓜汤啉落去。起来啊！我不爱吃。你起来，已经死心了，你还搁唔吃？你哪知？你知啥？我啥物都知影。你哪甲宝同做这款代志哈？宝同，一定是宝同甲你讲的对。你唔免管是啥物人甲我讲，你根本都无应该甲宝同做这类代志啊！是毋是宝同用强的啊？这件代志，要当完全怪伊。迄个是为着孙中兄要度假的代志，我心情就歹。你心情歹，心情歹就用乱来想。我是乱来查某囡仔。但是我啉烧酒醉，宝同一直在陪伴我，我两个在。你哦，你来给你糊涂做这款代志啦！万一若是有厝边计命知影，安尼要安怎？我已经甲宝同讲过，叫伊莫讲出去。现在伊，你若是惊娘仔，就无应该做啦。啊，这晚拍算要安怎？不知道，宝同讲要甲我负责任，一直教我哥哥的，我无法度相信伊，我真是无法度相信你。本来就无应该相信，宝同要来给你的信任的啦。阿达呢？你心肝哪块咧爱顺畅无？我不爱，我怨恨你。阿母知影你心肝内正经爱的是顺畅，迄一天是你误会顺畅。假如讲若真是误会，迄天伊根本就带我来向我解释啊！哎呦，你就是这个个性才会失败啦！你敢肯给顺畅一个解释机会？但是到这个地步，我是要来向顺畅爷交代，还跟我哥普通的代志。顺畅，遐敢袂计较心？
请坐。沈兄，来，下子。你慢坐。多谢，我一杯咖啡。沈兄，多谢你来赴我约会。虽然咱是甚么男女的朋友，也不过你上了解我，咱嘛是好朋友啊。你莫误会，我只是要问你讲，美玉石头路的代志，敢有跟你参详过？美玉石头路